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那么又到了更新跑跑卡丁车手游的时间了。那么咱们这一期是带来这个可尼兔赛车，这个赛车获得的方式就是上次搞活动啊，上上个礼拜搞活动吧，是可以免费获得的啊，免费获得的。那么这个车的话，道具赛中的导弹升级为胡萝卜导弹，而且是100%防御，基本上所有的东西，包括香蕉皮啊、地雷之类的。而且当你踩中这些香蕉皮、地雷的时候，你可以获得氮气和导弹，也就是说地上如果有香蕉皮、地雷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踩。那么这个车的话，被导弹、超级导弹，只要被导弹命中的时候，就会很高的概率立即释放香蕉皮啊。那么这个车的话，防御性、攻击性都很强，而且能获得氮气，所以说这个车的话，在白嫖车里面算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给大家去打一把。好，到竞技图的环节，那么陈老师我把城镇中路竞技啊。那么我希望打哪张呢？我希望打那个龙之都市啊。哎，冰沙墓地啊，那么这张地图啊，那就这张地图吧。我发现我排位赛啊，匹配到这张地图的概率非常高，我可能跟这张地图有缘啊。但是主要是咱们的话是真人就行了。应该这一把应该是都是真人啊，是真人啊。你看可尼兔赛车有3辆啊。好，真人的话就好玩了。这一波陈老师开局直接加速，来，不要慌啊，直接加速，冲冲冲冲冲冲，抢道具，很好，吃到一个蚊子。那么可尼兔赛车这个车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胡萝卜导弹啊，这一波吃2个，很好，好，哎呀，白给了这个胡萝卜导弹，哎呦我的天，我以为这个红色已经冲到我前面去了，没想到啊，这一波没有关系啊，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我刚才没有看左上角，我以为它这个已经冲到我前面去了，哦，这一波，哎呦，减速差一点啊，哎呀，鬼头，哎呀，鬼头。鬼头是没关系啊，没关系，没事没事，好的，鬼头消失了，要给你个飞碟，咱们刚才这个护盾白给啊，护盾白给啊，但是没有关系，我故意把它扔掉的啊，给咱们加一个槽位，这一波，哎呀，就这样子，好的，这一波咱们有个磁铁啊，我吸，很好，吸上去啊，这一波吸上去之后，好的，陈老师又是勇夺第一了，刚才白下一个胡萝卜导弹，好，这边放个护盾啊，护盾放一个以防万一，好，你看，一次吃2个护盾是吧？好，守住一个，很嚣张啊。咱们被这个导弹命中的话，有很高的概率获得这个没有立即会释放香蕉皮。这波，哎呦，没有吃到道具啊，有点难受了。这一波希望队友给力啊，咱们早点吃到这个胡萝卜导弹。哎呦，胡萝卜导弹，胡萝卜导弹。哎呦，没水蚊子放一个，没事啊。主要是他踩到这个车的话，踩到香蕉皮啊或者地雷，哎呦我的天，没有吃到道具，踩到香蕉皮或者地雷的话呢，会那个立即会那个得到那个。氮气还有那个导弹胡萝卜导弹，我靠，但是没关系，我反送你一颗水来中啊，应该中了，哎，没有中吗？没有中没有关系，你看胡萝卜导弹好中，胡萝卜导弹一颗来胡萝卜的，哎呦，只打中一颗啊，晕死，好，又拿到一颗胡萝卜导弹，这一波可以啊，好的，咱们加速加一下，你看这个胡萝卜导弹的话还是只要命中的话基本上都击飞啊，所以说这个车的话还是很厉害的啊，攻击性很强。这一波第一名导弹和胡萝卜导弹我什么都不要啊，这个红队开始不给力了，哎呦呦，好好好，哎，胡萝卜导弹命中，漂亮，关键时刻胡萝卜导弹发威了啊，他导弹命中敌人是100%击飞的，如果是普通导弹的话可能的话不会击飞啊，那所以说的话关键时刻还是我们胡萝卜导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很好，非常好，非常好，这一期啊咱们这可尼兔赛车还是非常牛逼的啊。好的，本期视频呢也是给大家做到这边，这个车的话我觉得对白嫖党来说这个车是一辆神车啊，你打道具赛用这个车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拜拜。没有拿到 MVP 可惜啊。